咱们看一下，在里面有一家人，会不会被淹掉呢？这么大的水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下面淹这么深了，这个水。对面有一家人，你们猜会不会被淹掉？水还是蛮大的，这现在才刚刚开始，还没下来玩。下来玩的话，挺深的，看到没有？如果说水淹到那里去的话，不得了啊！有多少年都没被淹了，现在。今年又淹了，田里面有十多家人呢。还有以前这里面有十多家人住在这里面，现在只有一家人了，因为没有钱就搬不出去，有钱了就搬出来了，全部搬走了，现在只有这一家人在里面了。家没有钱，搬不走啊。